东北虎园，坐落在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怪坡风景区，中国著名的四 A 级景区内，距离沈阳市区30公里。这里占地面积258亩，始建于1999年。2011年6月9日，被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整体收购，进行了全面扩建升级改造，于2011年10月1日正式对游人开放。园内共建6个园区，有成年虎散养、170只纯种东北虎及白虎、孟加拉、美洲虎、狮虎兽、白狮、非洲狮、金钱豹、黑熊等10余种珍稀野生大型猫科动物。那狮子长得挺好啊。人与野生动物的最佳缘分，亲眼看到大型猫科野生动物在逆人绿草白雪中的